代代这兰花茶，坐在香烟中，喜欢花开在那趟是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独体亲像稻草人。呀啊只哎呀！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今天来种葱，这个叫红葱。啊，一般我们种刚种的时候会有冒出一枝，啊，它会生长起来会越冒越多枝啦。啊，像这个我们要看有没有开，你如果没有开太多的话，你可以跟它集中种在一起。如果你位置还有的种，啊，这个可以拨开。啊，量就比较多了。那我现在大概来撒一撒，先分散，不用等一下到处拿哈。这个拿起来哈，这个后面这个就是那个根头哈，这个会长根系下去。啊，这个尖尖这边它就是生长起来。啊，这种它种哦，没有像那个一般的那个葱那么大枝。啊，当然也有葱小枝的啦。啊，那我这个红葱头就是长的长度适中。其实有时候你种得好的时候它也是蛮大树也蛮长的。啊，这个很香。啊，这个齁、哦、那我们现在开锅开好，我们就压下去就好，这样压下去，你不要把它全部塞到底哦，你就冒出来一点就可以了。啊，大概这个位置这样看，因为我分作三排来种哈、哦，插一下，这边这样种下去之后，等这个生长起来的时候，它会一枝一枝啊，越来越长越多，会一大树。啊，就这样，像以此哈、哦，像以此类推，平均大概就好。那原则上我采用这个距离是还好，二十几以上，即使二十这个左右上下，如果大一点也无所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会它长一大树一大树啦，啊，你长你种的时候太密，它长起来的时候齁、哦、这个红葱会比较细梗。你如果间隔宽一点，它长起来就这个梗就会粗一点。所以我认为在23、20左右还好。当我们这个红葱哈、哦、种下去之后，生长起来一束，根系确定活过来。之后啊，啊，目前看到这个开锅，它就有一个好处啦。到时候你这个开锅，这个土中间可以适量放肥料，然后稍微盖，啊，那个肥料都在里面，啊，两就平均分散掉。啊，第一步就是种下去，根系活过来之后，你要施肥的时候，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啊，另外一点，当你这个土拉平之后，啊，你到时候可以在中间这一排施肥啊，第二步就是在这边施肥，因为你拉平之后，这边你可以稍微弄一点凹陷，然后稀释撒。第二步的施肥就用这一招，第一步就是这红葱开锅，第二步就是填平之后，中间要施肥的时候，从这边稍微拉一点凹陷就可以施肥。